Welcome to Silent Hill. Good luck, soldier. Death to the living, the flame has no living heart. In the order of life, they know you there. As you saw it, your plan, a real shot in the dark, came a little too late. It's over.老夫聊发少年狂，至圣魁不含糖。哟，基友们，基友们，节日快乐！健康游戏没错，我是萌萌的渗透之细菌。国庆大长篇，你们放假我不放假呀。七天的长假是对这个节日唯一的纪念方式。一提起国庆，还有多少人脑海中第一个蹦出来的印象是建国纪念日，而不是吃喝玩乐七日懒呢？不管是加班拿不到加班费的上班族，还是强加晚自习和补习班的学生党，祝大家国庆快乐，努力学习，拼命玩。也许有些家庭选择出门远游，拥挤中将全国各族人民的样貌尽收眼底。也许放假前老师布置了很多假期作业，请不要等到七号下午才开始各种抄补抢印。也许开学时就有月考、期中考等大型考试热烈迎接着你们。总结起来就是，细菌你烦死了。什么国庆节的礼物我没有礼物呀，但是剪辑大师北风大姐姐倒是准备了一份一场关于刺客 MC 的夏季运动会哦，广告自重。那么废话不多说，希望大家上电视上的开心，就不耽误你们的假期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硬币。Alright, get started. Turn our cell phone. Call your hentai friends. Watch my shame. Let there be fight. 哎，欢迎回到我们的寂静岭归乡实况的 P17。没错，这是 P17，这里是细菌。首先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那么，在你们放国庆节的同时，我这边忙成狗一样的做化学实验啊。那么这个游戏呢，不让他自己开始啊。我们上一次啊，这个剧情啊，打到我们刚刚进这个监狱，然后呢，我就很勇敢的这个存了一个存档点，我就下线了。那么监狱里面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会不会碰到我们的埃尔呢？会不会和这个黑人大叔相遇呢？那么就让我们的正片在这里正式开始。Prison Overlook Penitentiary, here we go. 好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是洛杉矶时间晚上9:27。具体是哪天我就不说了。然后那个，现在我们是进入到了这个寂静岭的这个那个没有地图，没有监狱的地图，我们进入到了这个哑巴山啊的这个监狱里。我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 logo， 上面写着 Overlook Penitentiary。然后我们现在呢，这个男主角这个体力吧，就是让我给上一批作的已经剩了，就是不剩多少了呀？能不能安全的就是走过去呢，我也不确定，所以这地方先把这门打不开，那我就不在这个入口这个房间作了，那我们就正式的进入到监狱里吧。其实现在我已经掌握到了战斗的秘诀，所以他应该吓不到我的。对的，他吓不到我的。虽然这个监狱看起来挺吓人的，但其实他吓不到人，对吧？哎呦的妈呀，这里有开关啊，这地方有电话，这开关拉了，这个监狱里面会亮灯吗？什么声音？椅子而已。现在我的胆量是越来越大了，所以不会被吓到的。好的，我们先把这个拉开吧。哦，到底是？哦，原来如此，只是拉开了一扇门而已啊！这地方居然没有高能，简直不科学啊！看这房间里啥也没有吧？那就可以出去了。据说你倒着走路的时候会减少你的遇怪的几率。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这块有一扇门。也是用斧子来打开的。那么我们就用我们新拿的单手斧来把这个门打开。哦，你看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啊？有一个闪闪发亮的，地上还有一滩啊，这不知道是什么。据说这个小刀特别好用，它不会起来吧？不要起来哦。哦，我们拿到 first aid，
我现在应该是有三个 first aid 了，然后我们还有三个那个加一半血的，然后有三个加满血的急救箱，那么现在应该就是比较安全了吧。哦，你们 不要被你们的耳朵所迷惑，这只是音效而已，只是音效而已，没什么的，没什么的啊，听我的，没什么的。什么声音？没事啊，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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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安全，没事。哦，这地方可以敲碎玻璃。这里边进来有什么吗？哦、oh, examine. It's a note left behind by a prisoner. When you're notified of a visitor, an officer searches and then escorts you to the visitor area. You then get placed in a cage, get in cuffs, and wait for a visitor. For the right amount, officers will let visitors bring things in. It's against the rules, of course, but even high-ranking officers do it. I mean, who's gonna stop them? Me, who's gonna stop them? After the visit is over, they strip you, search you, and let you get dressed.Then you get cuffed and escorted back to your cage. Seeing friends and family is the only thing that gives us hope. Dad, I'll be with you soon. Until next time, Dave. 好的，这是先生 Dave 写给爸爸的信，告诉他们啊，这个监狱里面是怎么管他们这些人。如果有人来探监的话，那么，哎，你看到那对面有什么亮的东西？应该是可以捡的。出去，出去，出去。那还有一扇哦，那扇门，这个应该拉不了吧？那么只能从那边出去了。我们怎么没有监狱的地图呢？如果能拿到地图就好了。哦，好空旷。我现在就是怕这里边就是出现非人类的怪物。这门肯定能打开。Open. Here we go. 好的，拿到一个 pistol ammunition， 就是手枪子弹。这门怎么自己关上了？我现在就是怕有人类和我为敌啊，真的很可怕。好的，这个监狱里边这个啊，墙上有一个亮晶晶的东西，你们猜是什么？我猜，哎，地图。好的，我们拿到了 prison map， 所以现在我们就有监狱的地图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监狱可以够我们打一星期的了，好大啊！而且很多门现在是打不开的。左手边有一个门啊，应该是这个吧？是这个没错。看这里的门能不能打开？哎，打开了，圣水。哎，我们有四个圣水了。现在即使死呢也不害怕了，对不对？好了，这房间搜空了，拿到一个圣水。我们就不再理三光了，走吧。现在从地图上来看，我们现在唯一能走的路呢就是楼梯了。这个亮晶晶的是，大家千万不要听啊，千万不要仔细听，你可能会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我们上楼了。哦，上面写 Block East Wing Cells， 就是东区的这个一到八号牢房。我看到这个牢房我就想到一部电视剧啊，就是行尸走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救人！怎么？我靠！有怪物，在哪里？在哪里？现在可以跳过去吗 ？Jump across！ 天啊，吓死我了！不是吧？不要吓唬我呀 ！B block North Wing， 现在是在北区了。哎呀，我们的地图呢？现在也是更新了，这个好像是二楼的地图，如果没有看错的话。那么我们这边呢？左手边有一个。哎，应该有个门啊！啊，这门是打不开的。那么我们的地图没有给我们更新，这个门打不开。然后现在是看起来啊，唯一能走就是现在这个门了，那就打开吧。好的，看我看到了什么，可以拉的开关。这地方我有点晕啊，有时有点迷啊，就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这边有好多好多，这像是放钥匙牌的地方，每个牢房区钥匙都挂在上边，然后是看，哇，这是 Josh。不是吧，电视只能调查一次，难道赵氏来到了哑巴山？It looks like this panel controls the gates for the entire prison. See if I can get it working. 看我们能不能就是让他工作啊，因为这个所有这个监狱的牢房的大门全都是靠他来管理的。然后 nothing's happening. I guess it's broken down. 好的，喜欢的键不能用，应该不是 broken， 应该是没有供电吧，否则他不能给你触发一个对话，对不对？而且 Alex 没有那么高智商了。好的，我们小心翼翼的出了牢房，然后这个门就打开了。刚才我们开的这个门，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哎呀妈呀！我看到了人啊，前面有人，死吧 ，Headshot， 去死吧！好的，最近玩 Destiny 锻炼了一下枪法，那么我们就把人啊杀死了。好的。好的，人杀死了应该就没事了吧？这里没有本书可以看。
这里面应该有很多很多可以看的东西啊。这个是报纸 ，old newspaper。Foreign readers looking to enjoy the good old Schiffer's Green hospitality may want to reconsider options. I recently stayed at Schiffer's Inn, located conveniently just outside the downtown area. Well, our previous overnight outings. Location were memorable. The year since their sesquicentennial celebration has not been kind to our neighboring bird. Our accommodations themselves were inhospitable, to put it mildly, in local symbol and inviting. Even the town hall, once a friendly way for tourists to learn about the area's culture, stood in exceeding disrepair on day two. The recent message board illegible. 这个喜闻乐见，后面又看不到了。哇，这个这刚才提到的一个 sesquicentennial 是150周年的纪念日，然后呢，这个小镇看起来是非常的这个 rude， 对这个外人不是很友好。现在我们从这个 B5 出来了，然后这上面写的应该是 B block， 就是 B 区啊。然后我们在这个牢房的还是在北翼的位置，然后有那个1到8号牢房。那么我们就挨个调查吧。这里边其实打人的话还比较好的啦，就怕打怪。哦，什么写什么？哦，这个门打不开。那么这个门总该打开吧？已经打开了呀。水池里有什么东西吗？没有啊，上面有字啊，这字看不清啊。上面也有字啊，这字看不清啊。算了吧，既然看不清字，就只能往前走了。那么我们的 B 区呢，到此为止，正式探测完毕。好的。哦，这个 B6 里边好像也是什么都没有的样子。那么这块有一个开关，这开关拉开了什么？哦，把这个门给拉开了。这个是什么地方啊？这是下楼的地方。那我们现在是走下楼呢，下到一楼，还是说走旁边呢？既然你们要是记得的话，我们那个 Wheeler 他在这个 B11， 然后 B11 显然是不在二楼的，那么我们就去一楼去找一找 Wheeler， 看他在不在这边。这边没啥可捡的，也不能快速转身，死就死吧，我认了。感觉不是很可怕的样子呀，对吧？大家是不是跟我同感，不是很可怕？那么这个我们现在到了。这是一楼吧，然后我们的 B11 是在我们身后的位置，但是这些门能不能打开呢？逐一调查一下吧，万一能打开呢，你说是吧？哦，这有扇门，这边有一个什么 ？I can't carry anymore. What is that? 看起来像是 rifle 的子弹吧？可是我们现在我们的来福枪，子弹是满的，看怎么用枪，这样满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就不用。先不用拿这个子弹了，等一下有需要的时候再来拿嘛，对吧？有需求的时候再来拿。然后这 NL 分不清，这是 B block 1到8，这就是这里边有啥？洗手的啊，小床子。哇，这个这里边有啥？哦 ，examine。哇塞，草书啊，随便说什么东西。I found a letter from a prisoner。好多好多他们监狱的人留下的信啊，这个就让我想起了等一下再说。Whoever gets this message, please help. We haven't seen a guard in days. We're hungry, losing hope. Please help us. We're dying here. Wrong. 这个就是，什么声音？好无助的样子，有点像是《神偷四》里边的那个监狱，但那个监狱那不是监狱，那个是那个什么精神病院吧？我记得。这个墙上也没有什么可以开的开关，我们是从这地方下来的。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去找 Wheeler 了，从这个门走。我操！什么声音？我去，没事吧？没事吧？这个我现在你知道害怕什么？我就想说他这一点声音也没有，这门进不去啊，这门进不去。这种安静感就是给人一种特别恐怖的感觉。What the fuck！ 哎呀，死了，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没有准备好打仗啊！我操！哇！居然开门杀呀！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You're dead！ 老公，哎呀，我都没有拿枪。好的，亲爱的父老乡，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啊，我们又回到了这个位置。刚才就是被两个，开门以后他有开门杀，就会被两个这个金顶岭村的这个狂暴的这个。痴迷的那个宗教信仰者，对对对，我去你妈！就这俩，我这次不能输给你。好的，这回给他们狠狠的两击啊！现在我们就暂时拿着枪安全一点。我们现在还有来福枪，来福枪杀伤力很大吗？我不知。Now get me out of here. 谁在说？哦 ，Wheeler。
There's a switch over there. But where are you? Hey, Wheeler? Oh, 我们看到了 Wheeler, 他们就在我们的左边，就是 B11 这里。他说这边有个 switch 可以打开他的门。我看到一个人，我好开心啊。我们看这附近有啥可以调查，这是个电子版。他说等一下我再试一试。那么呢，这里边就这个拉一下就可以了。拉哪个呢？看来只有一个可以拉，就拉这个了。这也不会再死了吧。这画面。腿瘸了吗？ First round and then the second. Can you walk? Walk. 你的腿怎么了？ Shit, I may be a little slow, but whatever the hell it takes to get out of here, let's do it. 不愧是男人。They split us up when we got here, but I heard him say something about taking a woman to solitary. 哎呦。And that's where we're going. Well, we gotta get back to the guard station. Got it. Come on. 好的。怎么了？我靠，神经病了！这怎么办啊？赶快换枪，赶快换枪 ！Fuck！ 天啊，为什么是我来？你有那么好的武器，需要我来？我霰弹枪没有子弹了。我他妈跟你拼了，三枪去死吧！一枪，两枪。他死了。Okay, let me try to open that gate. 两枪他就死了。好的，我们的 Wheeler 现在居然能跑了，大家有什么感想？我刚才应该用来福枪的呀，如果用来福枪的话，现在是不是可以回去捡子弹了？我们现在枪都没有子弹了，怕等一下还有人，这寂静怎么可能除了人就是刚才那个麒麟臂啊，我好害怕。好的，我们现在是唯一一条可这被关掉了，然后 Wheeler 上去了，然后我们看我们的地图来认一下路。那么我们现在唯一能做就是跟着他一起上楼了，这附近可能没啥可捡的。我想跟大家说啊，这个什么人好像是胖胖的 Wheeler， 这个地方没有 BGM， 所以这游戏的恐怖气氛呢，人呢，跳过去了，就加倍的感觉啊。这个门能打开吗？打不开，那么就跟着他走吧先。这个地方能进去吧？这边有什么吗？有一个 switch， 但是没有任何的对话，所以这个也拉不动的样子啊。这里有一个 take what， 有一个画，这画也是孩子的画，好像是两个小孩在打着那个笼子里面的东西啊。那么我们现在就跳过去喽。你看我跳的那一瞬间啊，他就钻进去了，特别好对应。That's gross. 什么东西那么恶心的样子 ？Alex, hit that switch. Hit that switch. 你看到什么了吗？这个呀，好多苍蝇啊。这些苍蝇是还可以穿一个钻回去，然后我们把这个拉一下吧。Wheeler 人呢？怎么一秒就不见人了？谁给我解释一下，这人怎么一秒就不见了？这还有个门，这门能打开吗？也是打不开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地图，就是很多很多门都打不开啊。现在只能往这个方向走。这是什么门啊？这个门我们之前是不是来过了呀？Let's try to find a way out of here. 好的，跟着你走了。看来只能跟着他走了，目前。你走太快了啦，慢点了啦，好烦。It looks like I can control the gates for the entire. 他会用这个。Yes, it works. 我靠，真会用啊。Okay, we need to split up. Now here's what you do: head across the catwalk to the locked bars on the far side. Now get out of here. 我总觉得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好的，他现在帮我们像是给我们开路，然后我们只要走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是再跳过去，我们现在可以去我们的 cell block A 了。来，这头，看看我们现在的 objective， 就是find L， 就是找 L， 那就找我们之前没有走过的，比如这扇门，他会给我们打开吗 ？Let me unlock it for you。好的，神队友上线。There you go。你看门开了，他如果不说话，这地方好吓人啊！前方有没有开门杀？这个地方，他把我的门打开，这门后面有怪吗？好的，我们直接走过去就可以，它是提示，但是我们肯定要先三光一下嘛，对吧？玩这个游戏的基本传统美则啊，就是我们的资源呢比较不富足的情况下，我们先搜一搜，比如这里有一个 health drink， 我现在都可以补满血了，现在血越来越多了。然后这个画面呢，你的滚轮不管转到什么地方，你那个摇杆不管转到什么地方，你只要一松手，你就会使用这个物品。你看它下面有提示的，说这个物品现在不能用，所以那个我之前这个不小心喝血清就是这么喝的。这些都打不开吧？
这里边有个什么？哦，不是人啊，不是人。还好，那我们哎，这个房间里面有什么呢？有个字条，看一下。Prisoner wrote this letter. Kenny, I can't wait to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The goddamn cooks are the ones that should be thrown into the solitary. In order to eat, you gotta have your light on before you have to put food on a tray. They make you kneel against the back wall, they're dishing it out, otherwise you get nothing. The officer closes the window and you can eat your food. And then as soon as it gets started, they come back to pick up the trees. The meals are never fully cooked, and sometimes the food is still cold in the meadow. Also, they give you less than what a grown man would normally eat. I've seen the officers scrape most of it on the ground to make a tray lighter. We can juice this water down. To be just like the food tasteless. The first thing I'm gonna do when I get out is to eat the goddamn cheeseburger. 我也想吃啊，然后 Brian。哇，这个监狱里的食物看起来是牢房饭不好吃的样子呀。看看这个门，能打开吗？打开了。哦，这里有一个洞。Give me a sec while I get the gate open. 他可能会帮我们打开这扇门。哦，我。Damn, the gate didn't open. It must be damaged. You'll need to find another way. 好吧，这门洗门都就打不开了，吓死我了。All right, I found another route. 他要打开什么门呢？Got it.哦、oh, ，这个门被他打开了。I'll try to open the gate on the bottom floor. 现在虽然有人跟我说话，但是我感觉不到是杀人气。我的妈呀，这不会跳下来吧？这个，我操，谁把他钉上去的呢？那么高。Stand by, I'll unlock it for you. 好的，帮我打开门吧。Okay, now keep moving. 好的 ，keep moving. 好的，现在我们是在 A 区的楼下，我们现在挨个房间啊。他不给我们开房间的话，这些房间都是打不开的。你要打开哪个门吗？ You're breaking up. Must be interference. 啊！我的妈呀！这个怎么打？这个怎么打？这个用什么武器打？大家说，用不用我们新得到的斧头来打的？太吓人了！去你妈的！我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凭什么打我了？谁让你打我了？你有什么出镜的机会了？这个斧头根本他妈就不好用啊！速度太慢了。但是攻击力也是猛的一笔啊，三下他就死了。好吧，那我去，难道又有一个吗？哦，他把这个门给我们打开了 ，shower room 洗澡的地方。这个怪是怎么过来的？哦，这边过不去嘛，什么也捡不到。我的妈呀，好吓人！现在的怪已经不是说出来之前给你高能预警，而是说他出现那一刻才有高能预警。这电影怎么这么吓人呢？哇，洗澡间。有基佬吗？出来一战吧！哇哇，什么东西？哦，又是这个蟑螂！去你妈的！去你妈！三下就去他妈死吧！哦，死了。好的，下一只，一只，两下，后边还有一只，看到了，一下，两下，三下，我被他打了！不行，这个硬值太高了，应该把我的普通棒来打他呀！看过去，好的，最后一只了。躲一下，躲一下，躲一下！宝贝，我们要尽力的干掉他。哎呀，你不要打我，好烦啊！去死吧，去死！好的，你们想到了吗？我居然一口气干掉了三只怪。我们要不要喝一下我们的 health drink？ 还是我们不喝舍不得喝？那等一下就是回到上一个存档点的节奏。暂时应该没有啥怪了吧？这武器一点也不好用，还是用我们的物理学圣剑比较好 ，crowbar。这是个啥？这里应该能捡到药的吧？刚才那些小胡同里面捡不到药吗？我没有看到亮晶晶的东西啊。哦，他这个洗澡的这个淋浴头，我们站这里看一下，是不是有点矮？是不是有点矮？大家觉得？好吧，这种公共浴池，我想这个广大女同胞广大女生应该是不会去的。好吧，应该会很羞吧？这个可以 breach， 但是我们需要用我们强力的 weapon。用我们的斧头给它砸开，哎，居然可以砸开！砸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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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哦，砸开了。这里边是什么密室吗？嘿，换上我们的 pro bar。那我们不要进我们左边的房间了吗？这房间的门应该，这游戏应该这样，它这个不会给你同时，你们已经挡到很后边了，它不会同时给你两条路让你选，就是一般都给你一条路让你来选。我觉得还比较人性。它应该不会把两个战斗安的这么近吧？那我现在已经扑了。这个不知道这房间是干嘛的，好多控制器，好多什么，这是大锅炉，还有电源。哦，我们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这个阶梯啊，这里有个楼梯啊，这还有一个可以坏了拉不了。
然后我们这个 Wheeler 也没有跟我们联系，现在我只能自言自语，自己跟自己说话。哎呦，亲妈呀！哦天，好的好的好的。那么我们这一批的时间也不短了啊，大家国庆节啊，喜欢玩什么游戏继续去玩吧，我也会给大家带来每天都带一些直播的。虽然这边也很忙，但是白天的直播还是可以做到的。那么我们的这一批呢，就到此为止了。如果你喜欢视频的话，那么请毫不犹豫的投硬币吧，送收藏几天吧，然后送个赞吧。那么谢谢大家啦，我们明天再见，继续逃出监狱，拜拜。